您是想了解杨紫在国色芳华剧组的最新动态吗？杨紫在国色芳华剧组于2024年4月3日转场到山东进行拍摄，这个消息对于喜欢杨紫的粉丝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，他们有机会在山东看到杨紫的现场拍摄情况。国色芳华是一部由华策影视出品的古装电视剧，由丁子光执导，杨紫、李现领衔主演。 这部剧改编自叶文集团旗下起点读书作家1000城的同名小说，以牡丹为引，讲述了擅长培育牡丹的百花匠人和潍坊挣脱逆境、奔走行商、征达记名旧事，帮扶天下的励志女性创业故事，并在途中邂逅雅冠长安、仰慧仇国的投资人蒋长阳，携手谱写繁华盛世的大唐传奇。至于杨紫在山东的具体拍摄行程和地点， 可能需要进一步关注剧组的官方信息或者相关媒体的报道。对于喜欢杨紫的粉丝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。他们可以在山东看到杨紫的现场拍摄情况，感受她的演技和魅力，同时也期待《国色芳华》这部剧能够早日完成拍摄，与观众见面。